看我一下脚啊。啊。来，按摩按摩啊。按摩按摩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按摩按摩按摩，好、哦。哪一天带你去游泳，好吧？要不要游泳啊？会不会怕冷？嗯，会不会怕冷？那游泳池的人都说，哎呦，阿嬷都没有来，好久阿妹没有看到阿嬷啊。你要不要去游泳池？去游泳池洗澡好了，好不好？嗯。那。我才领多少钱，我就已经输他一万多万的机票，骗我讲话。然后呢？啊。听我讲，今年因为我和我们老板都没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哈、哦。按摩，按摩，按摩，按摩就好了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那些单，我说那个材料不是英文好就好了，全部都是那个专有名词，那个有的字你都还查不到，那个银行做里面的那些都是做材，钱都是那年有钱，因为那些老人有钱，人家都交啊，跟我讲。按摩一下，然后呢？然后你也没有给我调席位，按摩一下，哦，按摩一下。坐这个位置的人薪水都6-7万，心里想，叫我接我已经接得很勉强了，然后呢，年薪不整。也有看看按摩霜的啦。那我们也想。按摩霜啊，有啊，我有加薪。哎，他就抓着我这一句话，他这次合约到，他没有加薪，来，他就约很多合约到，按摩哈。按摩按摩，啊，按摩一按摩会松一点，松动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子很没有那个朋友的道理，同事的道理。哎，你要不要加薪是你个人的事，老板要不要加薪是你的事。啊。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为什么你不能加薪？那我要加给他，要加给你，怎么可以分红给你？做那么多年，做到他已经快30年，做这个行业，前前后后加起来。好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轻轻的放下来，轻轻的放下来，哦，放下来，啊、哦，轻轻放下，好不好？嗯，放下来，好，放下来，好。看一下，水都干净了，啊，没有，他等一下，因为都是洗好的。按摩按摩哈，好不好？
然后你做那个东西本来就是有的，按摩按摩好不好？按摩按摩好不好？按摩一下，好。好。再来再放一点按摩霜哈。松动了哦，脚就舒服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给你按摩一下，好吧？
要不你把三十年了，没有，不行啊，一个投保单位嘛，二十年是一个条件，一个条件没有。舒不舒服？你看现在脚可以伸直了，要伸的比较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再来。第二个单位就是毛。再来，再来一点啊。然后呢，投资。来，再来这边。投保年龄有十五年。好。按摩按摩，好不好？我们啊，像我有我们做事的，我们还有是最近的是扣十趴，一年扣十趴。好。倒下去了，倒下去了。就可以全部直了，没好呢。嗯，啊，那就放下来一点了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会比较痛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会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喂，来帮他按摩就好了。对。嗯，再来哈，再按摩，再按摩，等一下就会好啊。轻的按，好不好？啊，轻轻的按哈，啊，再放点啊。这边要按一下。好吧，敲敲敲敲啊，捶一下捶一下，好吧，捶一下捶一下，好吧，捶一下它就会松了啊，好不好？捶捶啊，好不好？来捶捶捶捶，捶捶捶捶啊，捶捶。嗯，捶一下，捶一下。嗯，捶捶啊，捶捶，轻轻的捶捶，好不好？轻轻的捶一捶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轻轻的捶捶啊，轻轻的捶。轻轻的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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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轻的。轻轻的，轻轻的捶捶，好不好？啊，捏捏捏捏啊。好不好？捏捏啊，捏捏，捏捏。不要放哎，你看，嗯，你看，哦、对。
对对对，嗯，你这样弄，他就让你弄了吼，直接摸到他的叫的好大声。你说什么？他的脚啊。脚。嗯。没有啊，就是慢慢的、轻轻的跟弄，慢慢的它就会开呀、啊嗯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，对，你看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嗯。啊，我再继续跟他弄，等一下说不定会平啊。嗯。啊，就慢慢。嗯、我帮他换一个尿布好不好？好。看尿布有没有事。好。好。奶奶，我换一下哈、哦。